哎呀，哎呀，大哥，你赶紧点行不行？你心怎么那么大呢？就是这，就是这道门给我气坏了。你看我这么安守的口子，这个门敲不开，砸不乱，这顿干了要血命了。你不怕憋着啊？素质，平时我是怎么教育你的？您瞧，就是这一扇门儿，太过分了。兄弟，我是让你来看一看，不是让你来干一干。退下，带我上前好上搂一搂。哎呀，这就是报纸上提到的那扇门啊，还挺哏儿啊。高科技化时代人工智能防盗门。得，高科技化时代人工智能防盗门，有意思吗？不管我怎么断句儿，它就是扇门儿。从哲学的角度来说，只要是门儿，就有打开它的方法。更衣。明白了，没有眼。瞧不起别人。你笑什么笑啊？这门虽然没有眼儿，上面不是有字儿吗？开门请按确认键，进去吧。好使吗？大胆一点，放松一点，进。哎，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站住！停停停！我让你按键。您好，欢迎使用人工智能防盗系统，我是智能三号。回答下列问题，答对问题门会自动开启。Are you ready? Go。请问一加一等于几？啊，这个我知道，等于。这么好的防盗门，用这么幼稚的问题当开门锁，你觉得靠谱吗？啊，对啊，啊哥，你等会儿我算算啊。你看，一加一它等于二。嗯，那一要是夹走了一个一，它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一要加上一个一，那还是个王字呢。要是两口子还等于三呢。那是生二胎还等于四啊。再加上一条狗啊，等于。狗也算人啊？现代人都把狗当人了。那哥，要你这么说的话，一条鱼加上另外一条鱼，那个鱼子还好几万呢。兄弟，所以正确答案绝对不是二。哎，怎么着？哪儿？怎么了？哎，小心！大哥。大哥，跟二啊。这味儿啊。兄弟啊，这个门呐、啊、肯定有猫腻、啊、你这样啊，你过去把门给我抵住，我不让你动，你千万别动啊，过去过去、啊、来兄弟、啊、拿着我大衣啊，拿着我手机啊，来拍我。那个老教授，你听清楚了啊？你说谁也打不开你这扇门吗？你看着我啊，我大摇大摆的进去了，哈哈！哎，我又大摇大摆的出来了，哎，我又大摇大摆的进去了，我又出来了，哎。奴家大摇大摆的进去了，腿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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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不是，
哥，你买到脚了吧？哥，你没事吧？那个哥，你别喊呐，得有人过来呀！哥，我脚别叫了，别叫了！哎呀！